特鲁姆普远台标进，台球吃到带角后，台球还可以继续进攻。此时特鲁姆普落后52分，台面分数还够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局的会发生哪些精彩一幕。这是刚才图豆哥打丢红球的回放。 这个失误有些不应该，错失单杆制胜的大好机会。12。 13。 90. 20. 27. 28. 33. 34. Round ball. 38. 39. 特鲁姆普加杆横台走位，稍稍多了一些，黑球未能留出最理想角度。如果还要继续来处理空边的红球，将会是一个大角度。 46.
your trump. 46. 红球打走，干脆坐上一杆。特勒姆普并没有过于依靠准度强行进攻。Foul and a miss. Just trump four. Free ball. 土豆哥没有解到，还送上一个自由球。不过好在红球贴边，连续进攻的机会并不是很好。One. Just trump one. Nice. One. 如果不是知道特勒姆普提前比划过，很难相信这样的球会出现在职业赛场。这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击球，凭借超强准度，现在整个局势均在特勒姆普掌握之中。小特即将在0-52落后的情况下上演精彩逆转。Five. Seven. Just trump seven. Three. David Gilbert. Three. Four. Nine.关键的超分球，特勒姆普又一个失误。在队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，没想到准神突然掉链子，还把机会留给对手。Six.
为球打进，罗哥最终有惊无险，一分绝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看台球的冯凤，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。